从上面天桥上面往下丢石头，丢石子，把玻璃打烂了，受了点轻伤。事发的位置是在蚕村仔村，上面有一个过村的天桥，我注意到墙上面有至少三个十来岁的小孩，想让他扔东西，好几个石头砸在我前挡风玻璃，我驾驶员那个位置，细小的那种玻璃碴把我的右臂啊给划伤了。玻璃碴子飞过来的，玻璃碴子砸到里边了，那种细小的玻璃碴子。第一反应是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别的车辆的安全，我又打转向灯，打开四闪靠边上了，下车了，他们人就跑了，报警了嘛，110也出现场了，拍照了，取像了，看看有没有监控摄像头，让我等待回车库。车库划伤了一点，挡风玻璃几百块钱这是小事，主要的是这种行为很恶劣，后果很严重，给这个行车安全、生命财产都造成很大的隐患。